那不是小明妈妈吗？她怎么跟林楠在一块？不是。楠楠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那个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嗯，好。你跑哪儿去了你？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差点没衣服换？你跟叮当跳得那么开心，唐琪的事情解决了吗？唐琪的事是解决了？我还没说你跟沈雨宁什么情况呢。怎么了？没有情况。那我也没情况。回家。说什么时候跟沈雨宁搞到一块儿去的？哼，搞到一块儿去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什么时候跑去跟叮当跳舞了？关你屁事。你知不知道我唐寻男神当时脸色有多难看，就像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大白菜被猪拱了一样的老父亲。哎，你说谁猪啊？哎，我外卖来了。我去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谢谢啊。买的什么呀？黄焖鸡。一周七天，天天有优惠，即日起购儿童套餐可获赠死亡笔记精美手办，共四款角色。咋了？你自己打开看。夜神月手办啊！你说我怎么就早没想到呢？能拿这种东西下魔咒，除了他没有别人了。你知道是谁了？孟某。他真的是服了，他还真为当年那点破事给我下魔咒。有病！你赶紧给叮当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下一个施咒者已经找到了。好。就是你昨天跳舞跳的挺好的。是吗？嗯，哼，还行吧。壮壮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在呢，一溜烟人就没了。哎，算了，先别管这个，差不多了，时间我去换下衣服啊。好。嚯！哎呦，你怎么把你外婆家的窗帘布穿出来了？你懂什么呀？不听哥，林丹，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我的妈呀！你这头发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把剑好适合你啊！你来这儿不得好好准备准备，不然多显得你格格不入啊！我竟然格格不入？你看你跟我们都不一样，你来这儿一定要穿得跟我们一样，不然会穿帮的。这地方还有穿帮一说？嗯，哥们儿，别吵，我们是来办正事的。嗯，走。
萌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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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是这次的目标萌萌，萌萌只是他的艺名。大老爷们叫这么个名，怪坏。没想到萌萌粉丝这么多。可是他是一个 coser， 你是个摄影师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他们俩原来是室友，大学毕业那会儿一起合租来着。但是一个 coser， 一个摄影师，应该合作得很愉快啊。我跟他合作愉快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一大男人整天穿得不男不女，还被人叫什么什么大人。咦，我跟他合租那段日子，简直就是我的噩梦。还有，等咱们回去上澡堂洗澡泡水，再来一碗热乎乎的阳春面，那滋味棒极了。我说梦梦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你已经从早上嚷嚷到现在了，我整个脑袋都快被你吵炸掉了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阳春面。你不喜欢你出去啊，门关上呀，这房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租的。我把门关上是你自己敞着门啊。我真的拜托你，能不能找一个正经职业，能不能不要每天这穿的不三不四不伦不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烦不烦？我明天一大早还要拍片，你知道吗？我职业不正经，你职业就正经了，不就是为了拍那些搔首弄姿的女人吗？借机卡油呗。我的职业不正经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可是正经职业，不像你每天搞这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摆在家里全都是，我东西都没有地方放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迟早有一天把你这些垃圾全扔了。你不喜欢你出去，别在这儿住了。哟，还动手是吧？你动梦想是吧？我去你的梦想！散伙。你摔了什么？就那么大一个塑料小人。是不是这个塑料小人？啊，差不多。滚！快点！是这个吗？差不多吧，好像就是这个。看下面。我去，九九，这么贵！这在手办里面还算便宜的了。你摔坏的那个帽子还是限量版。有钱也买不到。什么？算了，人这么多，等演出结束吧，先吃点东西。嗯。这么贵啊！哎，你们说，如果我再给他买一个那个什么塑料小人，他能原谅我吗？那是手办，你摔碎的那个已经绝版了，你有多少钱都买不到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因为一个塑料小人给我下魔咒，幼稚。你懂个，这对 coser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就相当于相机对你的意义来说是一样的。那有谁把你的相机摔碎了，你能愿意吗？哼，打死他。你们别吵了，我找圈内好友问问吧。果然是因为次元不同引起的矛盾。什么呀？哎呀，简单点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懂得尊重对方的爱好。他那叫什么鬼爱好，又不是琴棋书画，整天摆弄几个塑料人。你又来了，就算他这爱好很小众，但他没有影响到别人，就值得被尊重。喂，他当时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了，他把我摆出来的画全给收了，他对我尊重过了吗？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化解他的心结，这样魔咒才有可能解除啊。嗯，有道理啊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不要，我宁可跟他道歉。萌萌，萌萌，我爱你。谢谢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我要讲几句话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。大家可以把海报给我，我来给你们签名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哆啦A梦。
哦，你要跟我合影啊？好啊好啊。你来干什么？那个，我就是想说，来给你道个歉啊。道歉？啊？你以为你穿成哆啦 A 梦的样子，我就会原谅你吗？也不是，那当初也不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林楠是谁呀？你向来高高在上，怎么可能真心的为别人道歉？哎，这人谁啊？是吧？快把那些的赶出去！哎，请出去！走，快跟我们走！喂，走！喂，我自己会走。有什么呀，绑架呀。哎，看见没，它会自动循环播放，你必须看完它，了解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故事。搞什么，我绝不看。坐下。你的办法试过了，明显没用，现在只能用我的办法。你这算什么办法？他对你成见那么深，你不得拿出点诚意来，让他看到你的改变。别说原谅你了，他现在都不愿意跟你说话。这就是你说的诚意。我问过活动主办方了，明天有个活动，答对问题最多那个人能向梦梦提个要求，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看的，所以你要好好努力，好好加油，好好看哦。来，拿着，边看边做笔记，一个细节都不能漏。壮壮，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，拿着，所有的门全都锁上。好，我走了，我去上班了，明天见。OK， 好好看啊。我这比高考还难啊。哎，你们这是虐童，是犯法的。犯什么法？小孩子不就得好好看动画片吗？啊。来了，他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刚开始反抗，后来就看了。他还在看吗？现在还在看吗？我昨晚戴耳机都没睡好，他看一宿。你进去看看吧。走吧。林楠，林楠，林楠，林楠。小叮当来了，林楠，小叮当来了，林楠，小叮当来了。都没得。我来哇，海賊を食いなる。おおたか。あ、ちょっと。はい。ファーガー。好像是。お。お、白胡子老头手死吧。あ、お、あ。嗨，嗨，哦，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哎。尊敬的现场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云漫漫展交流会的。我怎么有点紧张？好，紧张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紧张。根据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，现场的所有粉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问题的回答中来。只要是在舞台上，我们萌萌问的问题，大家能回答的及时，你将会获得一次向萌萌提出合理要求的机会。萌萌，加油！萌萌，不要掰手了，把手伸出来。这什么呀？吃一个。我考试之前会买一盒 M 豆，如果吃到红色就会考好。没关系，你能给我不吃也能拿满分。行了，来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萌萌上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萌萌。主持人好，你好。好帅
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，萌萌刚刚被任命为国漫推广大使。各位现场的朋友不要着急，下面我们的问题就要来了。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国漫单恋大作战中，我们最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唐琪，他的漫画原型是五里山。回答正确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萌萌最喜欢的漫画是哪一部？海贼王。哇，那么请问漫画的原作者是谁？尾田荣一郎。恭喜这位粉丝啊，请萌萌继续提问。不死鸟果实的拥有者是谁？马尔科。小丑八七七的果实是什么？割裂果实。鼎盛之战死的都有谁？艾斯，白胡子，小奥兹。恭喜这位粉丝，请这位粉丝上台。那个之前呢，是我不太懂你的爱好，后来也不太尊重你，对不起啊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是你给我下的魔咒吧？那我们现在都在期待这位幸运的粉丝会对萌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？我先做自我介绍，我呢叫林楠，是一名摄影师。顺利，这是我名片。我要求很简单。我呢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萌萌拍一套非常炫酷屌炸天的照片，并且免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何赛奖金奖获得者林楠。现场所有的伙伴们，我们萌萌的粉丝可以说是藏龙。停！干什么？你们不要活了？哎，你好，我想跟那个梦梦聊两句。师傅，让他们上来吧。那你们上来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好。说吧，想干什么？他希望能跟你和解。嗯，你又是谁？我是那个被你魔咒牵连变成小孩的人。什么？那个魔咒真的有用？简单点说，就是因为我和林楠同名同姓，又同一天生日，才和他一起中了魔咒。萌萌，你说我们的恩怨把别人牵扯进来不太合适啊。你们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，你们俩都有错。把你牵扯进来，是我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我和林楠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林楠嘲笑你的爱好和梦想，把你珍惜的东西摔坏。但你仔细想想，你不也认为他拍照是为了泡妞，看不起他的工作和梦想吗？其实你跟他又有什么分别呢？萌萌，我呢也没有指望说你现在立刻马上就跟我和解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兑现你刚才的承诺，让我给你拍组片子，这个要求很合理吧？我知道了。那这么说定了啊，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就跟你工作室沟通了。
这位是叮当，你们见过的。嗯，你就是那天那个小女孩。嗯，这才是我本来的样子，可惜到了中午就要变成小孩了。真是对不起啊。哎呀，算了，对不起也没有用。嗯，先进去吧。嗯，壮壮来了。花花，林楠呢？他正在一号影棚试灯呢。嗯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吧？对。那我带你们过去吧。好，这边走。啊。喂，你是因为摄影师是我动作才这么僵硬，还是你本来动作就僵硬？稍微放松一点好吗？嗯，放松一点，我们再来。漂亮，很好，对，可以了，特别好，收工了，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。没想到你拍照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专业的。真是有心了，还做了这么多功课。作为一个摄影师呢，了解客户的需求和照片风格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也是基本素养。当然了，夸赞的话你可以等成片出来之后再说。昨晚我也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叮当说的没错，当年不是我们两个谁的问题，是我们都没有尊重彼此。既然你也用行动向我道了歉，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。不用了。哦，你等我一下啊。还你的。这这个已经绝版很久了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这个功劳呢，我就不抢了，是叮当，他找遍了整个漫画圈才托人求来的。真是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也谢谢你。总算又解决了一个，但还不能放松警惕啊！那儿空着呢，空了。对啊，后面还有好几个呢。不过也不用那么紧张，毕竟现在魔咒网站的照片没更新，急也没用。怎么还没有更新啊？我哪知道？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解决掉一半。管他呢，明天再说吧。哎，明天是你的生日啊，你想怎么过？你还真提醒我了，嗯，怎么过？我想约沈雨宁吃个饭。哎，有异性没人性，你省省吧，人家看不上你。看不上我，看着你啊，真逗。切。喂。喂，沈医生，下班了吗？嗯。商量一起吃个饭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
倒没什么大事，主要是明天我生日，所以。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。不过，你这次不会还像上次那样给我变魔术吧？放心吧，绝对不会。沈医生真是又美又温柔，要是做我女朋友该多好啊。你要不要点脸？要不要点脸？要不要你大柿饼子脸啊？要不要我给你点钱买个镜子照照你自己那损色？我怎么了？我拳脚厉害啊，沈医生要做我女朋友多有安全感。壮壮，你可长点心吧啊。你没看他跟小玲男聊得正 happy 吗？沈雨宁才不会喜欢他呢。你刚才不是说给我点钱，我给沈医生买个眼镜，让他发现我的好。哼，给你点钱，给你点钱，给沈雨宁买个眼镜，发现你的好。哼，别白瞎那眼镜了。哼。出门前戴上面具的脸。想能亲手环游世界，一对对吃着饭，丧着脸，低着头，吹着烟，在刷着朋友圈。别无视谁对你的冷眼，别推卸说别人不理解。反正你说的谎，发的邪，喝的酒，疯的癫，都为你做铺垫。也从不表态，说这个世界太悲。